I'm gonna go back door to eat some pills. 自从在虎牢关见到之后，便久久缭绕于我心头。我怎么可能会忘记那背影呢？兄长，你为何会和董卓在一起？你认错人了。吕布，有刺客。貂蝉，你来的正好，你也来保护洒家。竟在此时背叛洒家，好吧，丹药是你的了，吕布。陈卫兵没来先离开。兄长，别管我。张辽，带他走。请回吧。等等，兄长。兄长究竟打算拿丹药做什么？在下只是听从吕将军的命令，请往这边。谢谢你，又欠你一个人情。我至今为止一直拿捏不定，但现在终于确信了。遥想当初，兄长不辞而别，我一直苦苦地追寻着他的背影。他究竟为何而渴望丹药？若不查明真相，便无法回到曾经充满笑声的日子。见到你冲破邪气的黑暗，勇往直前的身影，令我下定了决心，即使要与兄长刀剑相向。因为能如此质问兄长的，也只有我这个妹妹。No, what strange creature this is. 我绝对不会放弃的。要论固执这一点，就算是和兄长相比，我也不会让步。那家伙居然还活着，多想能够再回到一起努力修行的时候。